萧正楠同林夏薇呢日就出席新剧记者会，佢哋拍完呢套剧就做咗好朋友。早前林夏薇庆祝生日，鲜有露面嘅刘海威都有参与，阿萧都系座上客之一啊。而堂哥林峰仲带埋女友张馨月出席添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他也是因为一直很忙，然后没有在香港，然后他一回来也就给我补过了生日，所以我就说他够意思。咁堂哥又有冇同你宣布婚讯啊？啊，没有哎，我们太多话题要谈了，没空谈那个话题。应该怎么说呢？就因为其实，我那天有分享我的好消息给他听啊，我说因为他也很期待看我们《十二传说》那我就跟他分享说我们马上要播了，他说好，他会追。阿峰好像挺喜欢，对他挺喜欢看。他跟大家说了。